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I said I love you for life, but I just sold our house. We were kids at the start, I guess we're grown-ups now. Couldn't ever imagine even having doubts, but not everything works out. No, now I'm out dancing with strangers. You could be casually dating, damn, it's all changing so fast. I see a love it, I see it, yeah, that's just like.我觉得不是应该要给你图，应该就是你拍你今天穿着花花的样子就可以了，一个 OOTD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哦，走图文不符路线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对, 對。我们是不是不小心我们私底下要聊天的东西昂出去了？就是只是就是哦，这是我今天穿就是。对，就是图文不符路线啊，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三点十分欢迎来到图文不符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今天来到了星期三，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室。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解的吗？你有没有做错了什么事情觉得不好意思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23639955啊，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今天你储存了很多罪要讲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上个礼拜呢看到我学弟 PO 了这张照片，我就想到了，那我今天我要分享这张照片，那我就先在广播上面分享，晚上我可能把它 PO 到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But I just got a feeling this will leave an ugly scar. If you say sh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then why'd you close your eyes when you said it out?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的时间。嗨，你好。嗨，你有罪吗？有，我有罪。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曾经跟老板的哥哥发生过关系。哦，你跟老板的哥哥发生关系，那是就是对他来说，那是他自愿的吗？还是非自愿的？就是自愿的。哦，那何罪之有？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听到说，老板他的哥哥是给，就是新同事这样。然后我就去搜寻了他的 Facebook， 就是有意的接近他。但为什么你想要有意的接近老板的哥哥啊？然后就看到，然后就觉得长得蛮帅的，然后就是靠近他。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约出去，然后我就是也不会刻意透露说，我在哪里工作。然后就去那个，就去加，就是跟他出去啊，什么出去、啊。你现在是在演社内相亲的同志版吗？你在。不是他在假装很认真上班的打字吗？你那个速度快到根本不是一般正常上班族会打字的速度。没有，我在玩风之谷。你在玩什么？风之谷。你现在在玩风之谷，然后你又好复古啊！语音跟我们竟然在玩风之谷，好复古啊！马克，我跟你说，怎样？你有在投资的人。你要知道风之谷真的很夸张，我是知道风之谷可以赚钱啦，我知道，可是你就要投入时间在里面啊。不用，我跟你说，它有一颗虚宝，从原本的800块涨到现在40000块。OK， 好，好，没有，我要继续告诫。好，请继续。然后呢，然后就是跟他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就我就离职了。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在跟同事的聚会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然后同事他们去跟老板他们哭了呀，就有看到那个当事人，然后他们看到当事人的就是反应，就是心中就是蹦出我的名字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尴尬，我就说没有什么很尴尬的啊，就让他过去吧。对啊，而且你已经离职啊。对，所以你也不在当场嘛。而且重点是他是同事的爸爸。同事的爸爸，等等，他是老板的哥哥，他也是同事的爸爸，也就是说，你的同事其实是老板的兄弟姐妹，侄子吧，然后我就是看到我同事，我就会一脸就是我放过你爸一样的那种表情。哇哦，等等，我再厘清一下哦，所以老板几岁？老板。37、38那边吧。那他哥哥也是可能差不多40这样子。啊，对吧？那你几岁？要说吗？有差了很多吗？哦，差很多。有差到20？有。哇！20？哇！所以你现在才20岁啊？21。哇！21着迷于风之谷的人。哦，也没有找你，就只是刚好刚在打就是副本的。所以，那你有跟你的同事好好聊一聊吗？关于这一段关系，比如说关于就是跟他爸之类的。对，没有，我就是跟他们一家人都不是很，就是没有到很好，但是我是跟另外一个同事。哦，另外的同事就是非常的 shock， 他应该也到处跟人家讲了吧。对啊，所以他应该也到处会跟人家讲吧，所以其实全公司都知道你跟你同事的爸爸。好，哦，不会，那个同事他是不太在公司，他是都因为是，可他有 line 啊，是也没，因为他是老板的侄子，空降部队是不用进公司的。哦，对，哦，不是，就是我讲的那一个同事是另外一个女同事。哦。了解，您赶快去写副本吧。好哦，再见，拜拜。02-2363-9955，你有事情想要告解吗？欢迎打电话进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
I summoned you. Please come to me. Don't bury thoughts that you really want. I fill you up. Drink from my cup. Within me lies what you really want. Come, lay me down. Cause you know this. Cause you know this.Crashing waves wash over me like a hurricane. I'll captivate. You're hypnotized, feel powerful, but it's me again. Come, lay me down. Cause I know this. Cause I know this.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我是玛丽。星期三，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我要来告解一下，你有罪吗？欢迎02236399555。然后刚刚呢，我说的这个我上个礼拜看到这一篇，学弟去教堂，他在经过教堂，然后拍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上面写着 "Confession today will be until exactly"， 然后粗体黑字 5:30 p.m.， 就是今天的告解呢，只会到5:30，就是5:30整就会结束哦。There is only one priest available for confession today. 因为我们神父人力不足啊，只有一位神父。Make your confession direct to the point. 请你的告解直接切中要点。And confess only your sins and offenses. 就是你就好好说你的罪就好。No need to explain why you did it. 不用解释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Thank you very much. Story 看不完 ，scrolling all the time。先设定一些全新新的事情，再开个天窗，看个电影。我飞又飞得到你休息，是为了破坏作息。Face to face， 现在不行，只好自己 sing a song。Let's groove tonight。突然停电，就给自己一分烛光晚餐。Is this the real life？ Oh， it's just me, myself and I。几点钟？一天又过，周六加周末。
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板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只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迫的指点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资源的孤独掉落，别再藏着自己过，没事情的生活别过，没事情做，其实一开始蛮爽的，现在不会笑怎么办他了，但不会心的呼快变成不人不会心的呼，没事干就不停的路，要过些把铁要怎么地的出，你在看色情的东西哦？你在看什么？他手机屏幕上面很像是一个穿红色比基尼的女生哎。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你为什么把屏幕盖起来？上班时间你都在干嘛？这是我的告解。宇宙人的自己来，因为呢，我很久没有打开青文点点的 Facebook， 然后呢，所以就很久没有看到大家的讯息。所以这是我的告解，我很久没有看到大家的讯息。那刚刚看到这个讯息呢，就是，有人传了讯息到我们的青文点点的 Facebook 的盒子当中，然后其中呢，一个是说，他说在深夜当中不小心看到一个东西，立马传过来，然后看起来他以为是马克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唱《咒术回战》的剧场版，就发现啊，原来那个人是大石苍凉啊！大石苍凉，他说其实只有影片这个封面图截的角度很像，其他时候都不像。然后他截的是这一张照片，觉得像吗？就是大概那个样子的人都会被归类在大家都想投稿说这个跟马克很像，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方大同啊，在2015年那个时候他的造型那个样子啊，对啊，你也可以说就是头发比较短的时候的卢广仲啊，嘿嘿嘿。然后接下来要看到下一个，一样跟我的长相有关系，大家很喜欢我的长相啊，大家很喜欢抓你跟谁长得很像，哎，对。继那个什么冠廷之后啊，还是什么廷之后，那个跆拳道选手，还有北韩的某个足球员，还有哦，你最喜欢提的小手千锋，这个呢是他说，嗨马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篇？我是在查女优隐退消息的时候，意外发现 PTT 的热门文章，领英我不知道他的日文要怎么读啊。桃花，领英桃花这样子，然后呢，看到他要隐退了，接下来下面有人推文，当然就说我的爱，可惜了，然后有人贴了一张我跟你的照片，上面说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像广播电台的马克，好，他贴了这一张哦，哼，下面继续的推文是崩溃。楼上有够像，笑死，笑死，更崩溃了。马克超像，快笑死。然后说很酷哦，整个回不去了。所以是你像一个女优，是不是？所以我刚刚你看到我在看的那个东西，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个女优的照片，前面几张都不太像，这一张好像有点像。好恶哦，好恶心啊！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像？就是你有点神韵，女生的你有点神韵，不得了，我长这样子还得了？你摧毁了所有热爱那名女优的粉絲，真的粉丝哎，还是那些人会跟着一起爱我吗？不太可能。我有一张就是你可以很像她的照片，哎、欸，你说我戴假胸部那个、啊？对对对对，
我要出道了，我要出道，我要出道。你们虽然没有什么领英哦，对，但你们还有马克。你们虽然没有桃花，还有欧啊，还有我阿哥吴啊，0223639955。你有罪吗？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告解一番，然后匿名的告解，所以不用担心你会被知道你是谁。Radio 动作演得最高的 Something in the air says They ain't gonna be this fair 音质会高的 Gonna hell come back Nobody tell me what to do baby Nobody tell me what is good Cause I know myself Please stay with me That's my shit, play my bass, have a nice day Leave your home, home, home 당당히당해진가나네틈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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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到，我不可能被办到。No way。多少人质疑你，想把你换掉，那信任的伙伴少。多少人听歌，多少人看热闹，我笑一笑，你照一照。That's much， 我跟你说的早，好聊多少就算多少。哪里有三七五？小道的 Frank Two TMS will be running cool， 来得的话是事无一处。目前全能那个枪击 ，Look pop pop pass，It's a homicide。三分大度，再也干得到是 running on this mother like a homicide。Body bag， 把那盖上薄纱 ，Everybody kill it， 不管怎么耍。当我的配合度对的，再来就对得住。为的帅，为的酷，为了不让男的退了步。Punching like a change rules， 这种 man 的不够。That's my shit， 从不屑，但我完美主义。Just pass my。你怎么还不
完蛋了，完蛋了！你现在让我们 Telegram 群组掀起一个也不知道是领英还是马克之乱，怎样？很可怕，很多很跟你很相似的脸在群组里面一直飞，一直飞，还有一些雕像的。你说要用那个九宫格说，看猜猜谁到底真的是马克？还有已经把你左右合在一起了。那也就是说，领英桃花很像大牛哥罗时丰喽？哎、欸，是吧？那你也可以说领英桃花长得像维里安喽？哎呦！0223639955，你的告解时间，周三告解是，你有什么最想要来告解的吗？欢迎打电话进来。怎样？打一下副本不行？我打副本啊。你也在玩风之谷吗？哦哦，我听说那什么800变40000，我加入了。哦，风之谷，我恋爱游戏都忘了打开了，太累了这几天，我打开。这几天哎。欸你还没跟我讲为什么搞了半夜才入住啊？哦，那个不就是私底下讲吗？叫我 dancer rapper， 试着当个 rapper， 原本是个 dancer， 但我电爆一些 rapper， 所以我想我也算个 rapper， 有人眼里我也算个 trouble maker， sorry， 但是真的 I don't fucking care。现在准备要起飞了，自己决定游戏规则。I don't wanna be a faker， 不想跟你规则太多有的没的。Hell no， 他们知道 dope 血和 cool 血，但是这个年代好像没人知道 old school 血 old school 被三更半夜，如果睡不着觉，通常会起来把自己搞到最爆，然后开始 freestyle 或开始练跳，就是硬要开始 get down。就是要当 the one never fold out we no doubt， 奉劝各位别被老师收到要丢掉。当个 dancer rapper 并不容易，脚踏实地我练习 all day， 真的绝不侥幸，为此帮你搞定，准备看个好戏，不需解释太多。今天天气超好，我真的超级高兴，一身真的功夫，我不是出来交际，我不是 OG， 不用叫我师父，但是我的师父他们真的都是 real OG， 刷到好莱坞还有 South Central 洛杉矶给我好的教育，是关于爱与和平而非要搞的暴力。 We started from the street everybody peace， 四个 dancer 四个 rapper， 欢迎找我 beat free Asian crew represent， 当然不能忘记 A to the D BKM 2020 it's a time to bang， 你听完不要急着跪，这地方就要被我们砸掉，穿霸道英文。刚刚吴女士的告解呢，就是没有 direct to the point， 讲了前面还没很长很长的前因。0223639955，你的告解，我们在等你，你的告解。因为我惹你生气，是我太可惜，讲也讲不停，说再多也没意义，没意义。你在想我，我也想你，那是种默契，那就是默契、yeah。非常想要你在这里，那是我在 lonely， 那是我 lonely、yeah。没有你的局，不完美的假期，打个电话给你。以为你会原谅我，是我太贪心，总是三心二意。你是我唯一忠心 ，Oh baby， 你在想我。Everyone has weakness, I don't mind being honest. I can take off my guard and show you my scars. No need to be indecisive, don't wanna be afraid no more.You know,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you gotta get things going on. I'm not perfect, yeah, I'm a determined soul. Every little step seems so slow, don't wanna body take control.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oo bothered. When you aiming high,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oo bothered. Aim high, aim high, I aim high, aim high. Aim high, I aim high. Aim high, aim high. Ooh, 我不想再等了，我的声音是我的，我要大声的唱，让旋律在时间里荡，甩掉所有的假象，亦或是假想你那些怀疑。But I'm gonna make my mama proud. 我相信她知道，她知道，不要别人来教我怎么做，那就往前走，不要停留。无法言语的力量牵动着我。You aiming high,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Tra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oo bothered. When you aiming high,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 tra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oo.心想你，我的爱很孤立，然而你毫不知悉，有时靠近，有时远离，甜蜜空气，悲伤情绪贴满日记，好奇你是否在意，在意。写信不知往哪里去，也害怕一不小心承认了我爱你，幻想所有结局，等你终于发现这秘密，我还是嘲笑我自己，心情起落落不定，你若即若离的爱是哪里，走进心情面替我如何摆平即将窒息的情绪，锁上心情面，你傻傻对着镜子练习，想你的表情不能停，偶尔偷偷哭泣，偶尔窃窃私语，我变得如此自闭，心情电梯有我没你毫不公平，你还活困住自己的心，我爱你。
在想你，疼你疼我自己，而你定居心里，我是如此无能为力。的爱你，大家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昨天讲到了鼹鼠跟河鼠，现在鼹鼠呢在我的心中就是苏庆仪的角色，河鼠呢就是林心如叫什么 Rose 啊，就是 Rose 妈妈。嗯，鼹鼠呢穿上了雨衣跟雨帽的时候，心里就在想说，河鼠真的就是这么能干，我什么都是要他救我。他就对河鼠说，我去找蛤蟆聊聊，我几百年没看到他了。那走走路对我也有好。河鼠呢，就喃喃的读着诗句，正在思索什么字呢会跟什么字押韵。然后呢，河鼠根本就没有抬起头来理他。当鼹鼠要踏出门外的时候，河鼠突然大声说：“鼹鼠，小心一点，别忘了上回你自己出去发生什么事啊！”哼。他当然就是说，上次鼹鼠在森林里面迷路，然后呢自己去救他回来，所以鼹鼠非常生气，他压低声音说了几句河鼠的坏话，然后大声说：“谢谢你哦，河鼠，我会小心的。”然后小声加一句说：“你这个愚蠢斜眼的鼠辈。”好了，这样发泄一下，要让自己的心里舒服点。他呢就这样子走向了蛤蟆庄园，路上遇到了兔子们，礼貌打招呼，他都没有回应。他知道呢，自从来到了河岸，他已经赢得了这些人的尊敬，没有人会像以前一样跟他要过路费。哼！但是呢，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的幻想，他好像听到有谁用讨人厌的语气说：“嗯，真奇怪，好少看到鼹鼠一个人啊。”就在这样不快乐的情绪，他走到了蛤庄园的门的车道。蛤蟆庄园呢很宏伟，最近呢有一本精美的本地杂志是这样描述蛤蟆庄园的：绅士宅邸，位居河岸绝佳隐秘位置，河岸第一排，坐享野森林之开阔视野。但是当鼹鼠走在长长的车道上，却很吃惊的发现，哈，眼前是一片荒废的模样啊。树篱没有修，玫瑰花都是杂草，草坪上都是落叶，乱七八糟，没有人照告，没有人照料的啊！以前明明应该是很耀眼生辉的白漆，现在都剥落了。现在整个庄园看起来奄奄一息啊！一向干净明亮的窗户，也都是灰暗阴郁的天气，有一种不祥的氛围。他打了一个冷战，他就按了门铃，没有人应门，他再按一次。还是没有人应门，他就想说：“哦，那我猜蛤蟆可能出去玩了，顺便在俱乐部里面打撞球。”鼹鼠呢不想就这样离开，所以他就绕过了菜园，走到了房子的后门。他呢先在后门看看，里面没有人，可是炉子上有火，这个房间很熟悉啊。他看到椅子上堆着一大堆的旧衣服，然后
衣服竟然动了起来，哼，好可怕，好可怕！然后这个时候衣服掉到地上，竟然是蛤蟆，他看到蛤蟆本人，哼，鼹鼠就用力的拉后门，没有想到，哎，门根本就没有锁啊，里面就坐着就是那个认识以来最最最悲伤的蛤蟆，蛤蟆的大眼睛这个时候半睁着，眼神暗淡无光，平常呢爱穿的毛衣沾了一些食物的污渍。蛤蟆就说：“你好，不好意思乱糟糟的，我感觉精神上不太好。”说完，就放声大哭了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汤豪的 Good Life， 3:54，希望你有一个 Good Life。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今天晚上的虾皮，您要访问谁呢？正负之间是 BL 剧哦。最后送上 Yona Yona Weekend 这首歌，叫做《夜行性》。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我们晚上见喽，拜拜。街が眠りについて長い夜が始まる時そっと今日を抜け出してここに置いて歪なリズムによってこのまま溺れてしまえたら続けた日々の寂しさ忘れるだろう Can you stay with me tonight? わけはいらない Can you stay with me tonight? 何も知らない夜行性の音が鳴って夜行性の明かりに導かれ忘れたくないなった日に染まる Weekend 夜行性の音が鳴って